日籍二刀流球星大谷翔平投下了结婚的震撼弹之后，各界都在猜女主角到底是谁。大谷翔平他接受采访自曝妻子比他小2岁，网友抽丝剥茧狂猜，觉得这些条件跟日本篮球选手田中真美子不谋而合。アナウンスしたというのはどういう意味とか。一番はでも皆さんがうるさいので。大谷翔平突然宣布结婚，他接受杂志采访，罕见自曝恋爱细节。谈恋爱时，两人常常打电话，还相约同时间打开电视，一起看同一部连续剧。大谷还透露，两人是在训练时认识。ですか、短いスパンで何回かたまたま会ったので、そっからっていうのが一番ですかね。各界都超级好奇大谷翔平妻。躺着都能赢，把把龙探琴，信任公平，大奖开不停，满贯大亨。田中真美子，大谷自曝妻子比自己小2岁，刚好跟田中真美子不谋而合，还说送老婆的生日礼物是一双鞋，但因老婆的尺寸在店家很难买到，所以是定制的。网民狂猜是篮球国手田中真美子，她身高180公分，脚的尺寸应该不小。大谷还透露自己最爱吃老婆煮的咖喱，更放闪曝光自己的甜蜜爱称，在家时太太都叫他翔平先生，有时甚至省略名字直接叫先生。而在记者会上也出现了一段有趣的插曲。いい調整を続け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。最初の女でした。大谷的翻译水源一瓶漏听大谷的回应，全场笑翻。随后大谷重复一次就马上想起来，轻松化解危机。这罕见的失误也被网友很亏，是听到结婚消息太震惊才会一时神游。记者杨启浩、张一安报道。